大家好，我是阿阳，现在给我老婆买套衣服去，因为我们来回到咱们中国啊，已经半年了。之前买了衣服，那都是夏天的衣服。在家的时候，我老婆穿巴基斯坦衣服，巴基斯坦衣服我老婆说宽松，穿着舒服。是，他们这边的衣服是宽松。去哪里啊？去哪里啊？去哪里？你和爸爸说去哪里？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啊，好好，衣服好，走走走走，来到服装店了，我们看一下衣服，这边是儿童衣服，啊，先拿着，等一下，走上里面去。啊，女士的在里边，什么？您都上半天有衣服有呗 ？Yes，OK。您、okay. 我老婆让我挑，我给她挑，挑的也不怎么样，让她自己挑选吧，让她看一下喜欢哪个衣服就买哪个衣服。啊，哎呦，选你的挑挑吧，看看吧，啊，这个服装店我老婆看了一圈，说那里面衣服不好看，她想再看一下其他的衣服，看有没有。现在开始换一个服装店看一下，去其他的。现在来到这个服装店，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我老婆合适的衣服。干啥？这个凳子，咱们家有凳子，这里面儿童的衣服比较多。看，一进门就是儿童的衣服，特别多。那边也是儿童的衣服，大人的衣服在里面。这里面是大人的衣服，就是全部是大人的。这里面女装在这边，套装也不知道他想要套装还是 US 本本家 Bunny。 嗯，他都可以穿，现在套装这边的套装他也可以穿，全套的。哪个？这种他都可以。他不要那个。喜欢啥嘞？他现在他也拿不定喜欢啥，他都是随着眼缘来，然后就是一眼看中了都买，看不中再说。他都可以穿。啊，他不穿，咋了？跑哪去了？你跑哪去了？啊？比个鼻子。我也比个鼻子。都是这样。我也比个。他说这个袖戴拉的太长了，他说不好。全部是留言袖。啊，也是。全部都是留言。比个少不也是有也是。你也出门的。啊。你要不想要长的跟长的宽，啊，这种都是上袖的宽，好几个颜色的啊，还有白色，有意思，给像这种宽，嗯，啊，你也打个小裤，有大的吗？要大宽吗？啊，大宽是，小宽是不行。哎呀，我老婆不想要这个溜肩的，想要那个上袖的，现在都是溜肩的。对，现在全部都是溜肩。对。嗯，你不要抓。把镜子抓倒了，等一下，走，到这边来，我们再到这个一加一看一下，这里，看一下有没有我老婆合适的衣服。怎么了？啊，跳舞呢？你俩刚才听到这个音乐了？我们进去好好看一下，这里面来过很多次了。走，让老板给你推荐一下，往里面走，看一下。这个啊，哟，啊。你喜欢吗？他不喜欢这样的。不喜欢这种套装啊？这种套装的啊？这种套装比较偏咱这边一点。农户的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有。你来看一下。他喜欢那个宽松一点的。宽松一点的。对。宽松一点，这种裙子呢？那个大衣也好看啊。这种这个。你爱弄油布的？是吧？你爱弄。那坚持也是不能，我爱弄坚持。啥意思？还没加装？不是，他说我叫他试，他说他不用试。不用试，那也试试吧。这是那老头给你拍出来像来，咋着也得转两圈啊。挑选了一套，从裤子还有这个上衣外套都挑选了。妈妈，哎，这个干啥呢？不知道干啥。哎，啊？好。到时候也把俺爷身上个烟头也把俺接进去。中。也出出名。好。怎么了？好，这套衣服就是给我老婆买的，啊，这套衣服，还有这个外套，这个外套摸着挺好的，挺舒服的。我没有这个仔细问啊，反正这个外套还有这套衣服加到一起，总共是400多，480。我没问外套多少钱，这一套衣服啊多少钱？因为我老婆刚开始说让她试一下这个衣服，我老婆说她。不是，他说看着可以，因为我老婆当时那时候有点那个头痛啊，
因为我老婆这两天有点感冒，所以我老婆说害怕到时候试衣服，到时候然后穿衣服脱衣服更加严重了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我老婆现在没有精神。这两个是给我女儿买的衣服，这两个衣服就是以后让我女儿套个厚一点的外套就可以穿了。哎，这个牌子呢？摘了，在这里啊，牌子被我老婆摘了，买了两个，这两个一样，还有一个裤子呢，啊，裤子他穿上了，你怎么穿上了这裤子？让他脱啊，脱啊，脱下来吧。为啥不脱呀？哎呀，哎呀，你还没有穿反呢，这裤子还挺好呢，脱下来，脱下来，快快，洗，妈妈洗过之后再穿，不然身上会痒的。呀呵，不洗就这样穿着跑啦？有 baby bug。嗯？有 baby bug。有 baby bug。嗯？你看也得脱下来了，不得？脱下来了，因为他现在穿着一个，他穿着一个厚裤子，哎呀，两个裤子全部脱下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脱下来了这个，这热不热？穿这个裤子？穿这个裤子热不热？热。热。这是谁的衣服啊？啊，这是谁的衣服？我的。谁买的？你。我是谁呀？爸爸。啊，今天买的那个衣服，明天穿上吧。因为天气冷了。啊，明天冷。行，明天穿，因为明天天气我们这边最高温度是18度，太冷了，穿这衣服太冷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爱呀。